俗话说家和万事兴，但有哪些居家风水容易让亲子产生冲突呢？风水专家说，居家的门门相对，书桌面墙或是面窗，让背无靠山，容易让亲子产生冲突。但如果透过天王旗、文昌灯等开运物，可以化解摩擦，让亲子关系甜蜜蜜。大家好，我是吴美玲。今天教大家一点那个化解亲子之间的风水的小秘法。我们如果门对门的话，家中的门对门会让我们产生亲子的争执。亲子争执也常常来自于小孩不爱念书。老师说，现代房子小，书桌常面墙壁或窗，但这样是错的啦。像我这样子，我们背要有靠墙的，这样子的话小孩子比较坐得住，小孩子坐得住的时候呢，他自然就会安定，就会读书了。父母与小孩的关系得靠智慧来维持，至于怎么开智慧呢？请专业的老师算家中的文昌位，摆放文房四宝，木笔的话用胎毛笔效果更好哦。那胎毛是最好，因为那是我们的毛发呢，是精气神的哈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你最好可以再去找一盏这样子的文昌灯，灯本身有热能，它可以不断的释放它的能量出来，可以帮助开我们的智慧。最后，老师从西藏带回来的天王旗，由于图案是鸟头狮身、龙头虎身，挂在家中客厅、阳台，有化解宿敌、化解争执的功效。亲子间可能是上辈子的冤亲债主，所以天王旗无好啦。好宅周报，台北报道。